表演，所以需要很多的衣服。那么我所知道就是 H&M 呢，好像每两个礼拜就有新货，所以呢，说不定就是每两个礼拜就会看到我了。我对时尚的理解，那其实很重要，就是要了解自己的体型，要把自己的优点展现出来。所以我很多时候在挑选衣服呢，都会选一些让自己个子看起来高一些，看起来就是线条性更强烈一些的。那么其实不能把所有的名牌就放在自己身上，那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就是搭配不同的一些 style， 或者就是一些很 casual 的，然后再加一个可能是一个很 funky 的外套啊，反正就是舒服，看起来帅气。现在蛮流行一些很多强烈的一些花纹，一些 print。那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黑白，所以呢，大家也会看到很多这些黑白的一些花纹在衣服上面。